第一個問題咧，就係係咪一信主就有聖靈充滿？咁其實咧，聖經好明顯咧講到唔係個個都被聖靈充滿嘅。譬如喺初期教會咧，係講到要選七個執事係有智慧同埋聖靈充滿嘅。咁如果個個都聖靈充滿嘅，唔使揀聖靈充滿，即係唔使話講明要聖靈充滿啦。即係譬如話，如果我哋中間揀執事，我哋唔使話要揀中國人啦，係咪？一個個都係中國人，所以你唔使話我要揀中國人，唔使，因為呢個個都係㗎啦。咁呢個 part 就唔使講㗎。所以咧，好明顯唔係個個都被聖靈充滿嘅。好啦，咁咧好明顯咧，聖經有講到不同嘅時候有不同嘅人被聖靈充滿帶著能力嘅。咁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以利亞同以利沙。咁以利喺以利亞被接升天之前咧，以利亞咧、以利沙咧就係咁跟住以利亞喎。咁咧就好想，即係佢好想得到咩嘢咧？咁啊，以利亞就問佢啦：咁你想要乜嘢咧？咁佢就答佢啦：願感動你嘅靈加倍感動我。咁當然佢個字眼唔同啦，但係即係話神嘅聖靈加倍地感動我。咁然後咧，跟住咧就以利亞咧就話：如果我走嗰時咧被接升天嘅時候，你能夠攞到我件衫咧，你見到我咧，咁你咧你見到我咧，你就可以。即係你所願嘅就可以得到啦。咁真係咧，佢就見到佢被接，然後咧佢又都嗰件衫咧拋落嚟，佢就接到啦。接到之後咧，咁佢又攞住件衫行過嗰個水嗰度。當佢過水嘅時候，揾嗰個衫咧打水咧，嗰個水就分開啦，佢就可以行過去。咁跟住嗰啲其他門徒就話：佢話原來咧感動以利亞嘅靈咧已經感動以利沙，當佢一見到呢個神蹟，即係話咧好明顯睇到咧佢起初唔係嘅，但係後來係。咁所以咧。每個基督徒都有聖靈的感動內住帶領我們感動我們，但是呢聖靈充滿就是說跟神是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很明顯你問很多基督徒，你祈禱時間多不多啊？很多基督徒就說、啊、可能一天，有些基督徒甚至一天都沒有祈禱，都有的，真的有的，回教堂才祈禱的，有急難才祈禱的，就是有這樣的基督徒。那有些基督徒呢一天祈禱幾分鐘而已，就是吃飯祈禱，有啲食飯冇祈禱，啊瞓覺之前咁祈，咁有啲就瞓喺牀嗰度祈，咁祈下咧就瞓著咗噶啦。咁咧咁嘅情況好明顯，佢同神嘅關係唔係好密切嘅，即係聖經講到聖靈充滿咧，就係話係即係被神嘅靈大大嘅感動嘅。咁所以呢個好明顯咧，佢哋唔係被聖靈充滿，係有聖靈內住嘅。咁聖靈充滿咧，聖經講到咧，譬如喺《使徒行傳》都有講到，有時一次過同埋長期嘅。譬如講個七個執事就指到佢普遍嘅情況都係被聖靈充滿嘅人，即係普遍啊。但係亦都講到門徒咧，佢哋喺度祈禱咧，又被聖靈充滿啦。即係講到咧，呢個係一個 peak moment， 一個高漲嘅時候。即係話當佢多祈禱嘅時候咧，佢哋咧地大震動，佢哋又被聖靈充滿啦。即係一個高漲啲嘅時刻。所以聖靈充滿有兩個意思，一個咧就係話。在一個基督徒普遍來說，他都很多時被聖靈充滿的，跟神很密切關係。這是第一個解釋。第二個解釋就是有些高漲的時候，一個一下子的聖靈充滿，即是一下子被聖靈充滿的人，也都很多時他是持續都有的。不過即是很明顯有些高漲的時候，有些即是譬如在聚會大家一起禱告的時候，很明顯是更加強烈的同在的。 OK， 有沒有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的？答不答到你啊？Okay， 好，第二個問題就是講到聖靈的現象，有些呢就是其實呢嘔的那些就不是聖靈現象，是趕邪靈的現象，是嘔的那些是趕邪靈，或者他內心有些重擔邪靈、抑鬱、煩惱、鮮活的，即是你們很多個期來到祈禱都沒有嘔的，大部分都沒有嘔的，是有些人呢他在那裡禱告的時候咧，佢祈緊一禱咧，佢忽然間咧，佢就好翳悶啦，個心好翳悶，好重，好唔舒服。咁跟住咧，我哋就同佢祈禱。咁咧就即係話有啲人佢特別覺得唔舒服、頭痛啊、心痛啊，有啲裏面有一種力量喺度啊，一種負面嘅力量，一種黑暗嘅力量，好唔開心嘅，好煩惱嘅。咁然後咧，唔係個個都會嘔嘅，有啲咧。就會嘔，有些就不嘔的。有些趕邪靈就即係佢好
好似啲血管澎湃脹曬啊，咁好有一種嘢好有一種力量喺度，咁樣一鬆咗咧，吹咗出嚟咧，佢又會個人就鬆咗嘅。咁有啲會點嘅，咁點完咧剩翻又會啊成又出咗嚟，即係唔係一定係嘔嘅。咁其實聖經都講到有嗰個邊間嗰個喺度咁樣喺度，即係好多不同嘅彰顯嘅，咁所以呢個趕邪靈嘅時候係可以不同嘅彰顯。至於跌喺地下咧，咁啊聖經就有講到啊，譬如約翰咧喺啟示錄一章十七節咧就講到咧，佢咧就見到榮耀嘅耶穌，佢就跌咗地下啦。啊，掃羅咧，當佢信主嘅時候，佢見到即係見到耶穌榮耀嘅耶穌，跟住佢又跌咗地下，咁佢咧又係。即係又係跌咗地下，咁啲士兵咧又係見到耶穌嘅時候跌喺地下。舊約嘅時候咧就有但以理第十章咧就講到佢見到異象咧，跟住佢又跌咗地下。同埋咧喺歷代志下五章講到120個祭司不能站立攻擊，都係講到唔企得到啊。咁咧喺聖靈充滿嘅時候，強烈嘅時候，有啲人就企唔好嘅。咁有啲咧就會係即係企唔到都有幾種喎，有啲係完全企唔到，即係軟曬嘅。另一種咧係搖下搖下搖到跌低嘅，咁啊無論邊種都唔緊要嘅。咁啊其實喺跌低嘅時候，你就放鬆自己一樣，即係你感受到聖靈嘅感動啊、安慰啊，或者神嘅喺你裏面啊感動你某啲嘢啊，咁你就讓神嘅靈做工，繼續去愛慕神，就唔好喺度發夢啊，唔喺度瞓覺啊咁樣咯，而喺度一路親近神嘅時候咧，神嘅靈會喺度做工嘅。咁呢啲就係即係聖經裏面嘅例子，啲人跌倒咁有啲人就佢話好多反駁嘅説話。第一種反駁，佢話佢哋向前撲唔係向後撲。咁呢樣嘢咧真係好難知道係向前定向後，即係由嗰個字咧其實啊係跌低嘅啫，就冇話到向前，因為向後嘅。咁咧由向前向後，你即係唔係話向前咧就見到神，向後就見到魔鬼，咁即係唔係好合理喎？即係啊！呢、這個唔係好合理嘅，最重要係睇個果子，知道佢係咪啊屬於神嘅，即係個果子嘅生命嘅改變。咁另外有啲人咧就話咧，啊嗰啲士兵咧係不信嘅，佢跌低不信嘅跌低咁。大聖經有講到嗰啲信嘅一樣跌低㗎，所以呢樣嘢咧，即係唔能夠用呢樣嘢嚟反駁。而最重要係睇個果子啊，即係個果子就係好多人咧係經歷到好大嘅愛啊、感動啊、平安輕鬆，雖然有不同程度。有大有細有細嘅，即係不同嘅程度，但係有好多人咧的，而且個聖靈嘅啊經歷之中咧，係好多人生命更新嘅。呢個係一個全世界嘅一個事實嚟嘅，係唔可以否認嘅。咁但係有啲人就話，有啲人去完聖靈聚會，跟住有邪靈彰顯啊。通常嗰個情況咧就係有啲人本身有邪靈啊。咁有啲即第一就係唔係聖靈都會唔係聖靈聚會唔係個個都有啲情彰顯過，有啲人從來都冇過，係好少數人有，大部分人係冇嘅。好啦，咁呢少數人如果有嘅時候咧，跟住我哋叫佢認罪啦，信靠耶穌啦，肯跟從耶穌啦，咁啊同佢講啦，咁係逐步講出嚟。咁但係有啲人就話啊，有啲人咧去完啲聚會，跟住有邪靈翻嚟屋企，其實個原因咧，佢就以為係佢嚟咗聚會有邪靈。如果嚟咗聚會有邪靈，咁即係話。聖靈充滿嘅人好多都係邪靈啦，咁佢應該可以去啲好多嘅聖靈嘅教會，因為同佢講邪靈應該即係集體有邪靈彰顯啦。但係事實上佢係做唔到呢樣嘢。即係如果佢啲人攻擊嘅時候咧，我都話你試下同我講邪靈啦，你試下同我講，你睇下個後果係點樣。好多聖靈充滿人，你試下同佢講邪靈，即係佢哋唔會咁做嘅。佢哋事實上佢哋都有接觸一啲咁嘅人，佢係做唔到。但係佢內中有啲人物，佢哋去過聖靈聚會，跟住翻嚟有邪靈咧。啊，佢話嗰啲有邪靈，其實嗰啲係佢本身有邪靈，跟住佢聖靈聚會就彰顯出嚟。因為聖靈聚會咧，聖靈嘅能力強啊，強嘅時候咧，嗰啲邪靈就搞動佢啊，搞動佢嘅時候，嗰啲邪靈就走出嚟，又未走得曬，咁佢以為喺個聚會帶嚟嘅。咁我自己都試過喺傳統教會嗰度帶領聚會。大部分係冇乜特別，即係呢啲長情嘅彰顯嘅。但係內中咧就會有啲人，佢係翻開教會嘅，但係會有邪靈嘅彰顯。咁呢樣嘢點解咧？我唔去做一個絕對嘅解釋，到底係附體嘅影響咧？即係我唔會話佢一定係附體。即係有啲人就話你有耶穌點可能附體咧？咁我唔係咁講，但係總之佢係有邪靈嘅影響啦。
咁然後咧，即係有啲人佢係有一啲嘅彰顯嘅，譬如失控啊，或者嗌啊、硬曬啊，即係呢種情況我係見過若干次數嘅。咁但係趕完之後咧，跟住佢就會釋放咗啦。咁所以呢個只係有啲人佢有邪靈嘅影響，以致喺嗰個聚會裏面咧，佢就彰顯出嚟。有冇答你哋嘅問題啊？即係唔係大部分人，係即係少數人嘅啫。我想問咧，誒邪靈彰顯係咪嗰啲人會受信機會大啲？我第二個問題，如果嗰個人要求俾阿牧師係即係趕鬼啦，咁在現場嗰啲咁點搞？啲驚即係上身，會唔會即刻祈禱啊？念主禱文好上啲啊 ？OK， 嗱第一個問題就係、是，係咪洗一禮嘅人咧會難啲有邪靈嘅影響係咪有？應該唔係嘅，我聽過你咁樣牧師真係有個個案，佢洗咗禮廿幾年都有四隻邪靈上身咗。OK， 嗱呢啲咧，我唔去解釋啊，即係我亦都唔會去斷定話洗禮之後點，因為咧呢、這個我哋事實上我哋只係同啲人去趕邪靈，而係有啲彰顯，我就唔下個定義到咧佢係充滿啦、邪靈啦、有附體啦，因為係影響咧，我唔去下一個判語，只係咧，即係因為每一個人不同嘅，有啲人可以翻教堂又唔係真係信耶穌，有啲人佢翻教堂之後又可以犯罪又有邪靈，即係我唔能夠下一個判語佢到底係咩嘢，咁所以我唔能夠話一定洗咗禮嗰啲咧就一定係冇呢啲邪靈嘅影響，或者咁啊機會低啲嘅應該係機會低啲嘅咁咯。Okay. 第二個問題咧，如果真係講到有個人要求牧師，或者講到明㗎啦，你自己都知道有邪靈，咁其他啲人點做？如果明知係講邪靈咧，咁應該個個都喺度祈禱警醒，就同埋咧，即係我哋有罪咧，要悔改認罪，啊，即係同埋咧係拒絕啲邪靈啦，呢個係我哋應該做嘅。咁咧。如果萬一冇做，係咪一定邪靈入咧？唔係一定嘅。其實即係街上都會有邪靈嘅。你行過，譬如你黃大仙區咁，你行過咁，你即係可能都有邪靈喺個地方嘅。咁係咪一定你行過就會邪靈上身咧？唔一定。不過啲人如果佢喺最終啊，或者佢接觸呢啲靈界就可以有邪靈，所以唔係一定話佢趕邪靈嗰啲其他人咧就一定會有邪靈會攻擊，唔係一定嘅。不過可以發生。可以發生，所以最好嘅方法咧就係佢祈禱咯，即係佢祈禱求主保守。咁其實基督徒係咪一定會有邪靈攻擊，以致佢會啊即係搞唔掂咧？咁其實咧神都係會保守我哋嘅，即係唔好咁驚邪靈。不過我哋要點樣咧？我要驚罪。我哋知道咧，犯罪可以俾魔鬼留地步。即係有啲人就會驚到咧，有人同我講，佢話我唔敢為人按手祈禱，免得嗰啲人有啲邪靈搞上我身上。即係呢個咧就過分啦。一聖經話俾我聽，我哋可以趕邪靈嘅，所以我哋唔需要有呢種咁樣嘅過分嘅驚。但係我哋有一種敬畏神，以致我哋唔會去接觸靈界，唔會隨便去犯罪嗰種嘅敬畏。OK， 係咪仲有問題？係，我想問即係信嘅人係咪都要上身？又唔係喎，即係當然係啦，當然係，但係唔係個個唔信都有邪靈。容易，絕對是容易的。如果他上身的人一定是想容易的，是非常容易的。如果他上身的人，我聽我家姐呢，她就說，即是我姐姐不知道，她就說，即是我姐姐不知道，她覺得那間屋那裡，我姐姐都不知道，她放了神位在那裡，她說我姐姐不知道，還有她說到，即是會形會聲，即是怎樣，總之說她在那裡，就有感覺到她又不知道怎樣。他一入去那間房咧，又嗰個靈界咧就走入去嗰個擴音機裏邊。嗱，呢啲話即係話邪靈係咪做某一啲咁樣嘅 physical 嘅嘢，即係物質嘅嘢咧？呢、這個我哋唔能夠肯定啦。即係有啲人就話有啲人話冇咁樣，但係我哋唔去判斷邊個情況係。不過總之邪靈係真實嘅，而未信耶穌嘅人同埋咧拜偶像嘅人係更加容易俾邪靈上身嘅。即係我識得有個人咧。他就是屋企請了個偶像回來，因為他有病，一請了偶像回來他就成日見鬼了，
即係呢啲見證嚟啦。咁呢個係一個事實，係可以見嘅。只話有啲人話見到啲死咗嘅人嘅靈魂，佢覺得係死咗嘅靈魂咧。咁我可以話咧，即係我哋冇一個絕對嘅啊，即係肯定嗰樣嘢一定係嗰個死嘅人。咁喺基督徒嚟講，通常我哋就覺得咧，死咗嘅人咧就去咗地獄，所以就唔會喺度搞人嘅。搞人嗰個係魔鬼，咁咧就即係呢個通常我哋嘅解釋。如果真係話要分辨呢個係唔係嗰個人咧，因為係邪靈咧咁，因為我哋又唔係基督徒真係去做呢樣嘢，亦都有啲人咧，佢話佢有一個死人之後咧，跟住成日都有聯絡，咁啊後來又發現咦，我唔係嗰人嚟喎，其實係邪靈嚟喎，咁即係有呢種咁嘅可能性，所以應該通常講就唔係嗰個人嚟嘅。但有啲人即係佢講嘅嘢又話，七日啊，又見到個靈魂啊，呢啲咁樣，我哋又冇得去證實。如果有機會去證實下，咁但係可能我哋出現嗰啲邪靈又出現啊，即係我哋就冇得去研究呢啲嘢。通常嚟講，基督徒就唔使驚，即係我哋唔好驚話死啦。我有個親人離世死啦，佢第七日走翻嚟，咁樣點算咧？即係你有耶穌啦，你乜都唔使驚嘅。其實啲邪靈就驚我哋嘅。咁我試過同人講邪靈咧，其實都唔係講邪靈嘅，我同人祈禱咧。跟住咧，佢就好驚啊！咁佢好驚，咁佢後來話俾我聽，其實佢又唔驚我嘅，但係咧佢裡面有種力好驚，所以我就唔驚邪靈嘅，唔驚黑，唔驚咩人啊咩有咩，即係有靈界嘅勢力咧，我係覺得唔需要驚嘅。其實如果你識得有人係道教啊嗰啲接觸靈界咧，佢係願意同我哋去啊，即係祈禱啊。我哋要同佢祈禱咧，我係好樂意去做，因為點解咧？由呢啲嘅情況咧，因為我到現在為止係未正式揾到一個道教道士啊，一啲真係喺呢啲接觸靈界嘅嗰種嘅事業之中嘅人咧去接觸，而去同佢祈禱嘅後果，我未試過。如果有，我係好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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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去啊記錄呢啲咁嘅事情嘅。OK， 仲有冇問題想問啊？我想問咗我個朋友咧，佢信好多偶像嘅，咁佢本身我翻過呢度嘅，咁但係問題咧，佢又即係宣告禱告咧，因為我上次知佢咁講㗎，佢亦都唔買聖經嚟讀㗎。咁但係你咁多牧師嗰次翻講咗，佢話真係，如果真有邪靈咧，佢人咧一翻到去教會咧，就唔好中意睇聖經啦，即係佢人向後望㗎嘛。咁其實呢啲會唔會真係本身個人邊而有邪靈？因為佢信好多嘢㗎。即係呢啲我哋唔能夠絕對肯定一定。不過佢係頭向下惡，係咪有邪靈？我唔知道係咪。不過有啲人咧，佢有邪靈，佢又唔肯講到耶穌嘅名。有啲極端嘅情況，極端嘅情況。咁呢啲個別個案，即係能夠去做嘅。如果佢肯見過我，我願意去見佢同佢。測試下睇係咪有邪靈。咁通常如果測試點樣測試咧？就係呢個人佢願意，首先佢願意信耶穌先容易測試嘅。佢或者佢唔信耶穌，佢願意我哋同佢祈禱一段時間，佢投入，佢肯投入祈禱，咁咧聖靈就會進入佢裡面咧，就會將佢裡面一切顯露出嚟。即係如果係個基督徒嘅，我唔知道因為以前拜過偶像、接觸靈界，或者佢犯過罪，會唔會有邪靈影響咧？咁我哋就同佢祈禱啦。讓佢即係第一幫佢認罪啦、悔改啦、求耶穌赦免啦，同埋斷絕呢啲所有嘅靈界嘅勢力啦，然後同佢祈禱啦。咁然後咧祈禱嘅時候，睇下佢有冇彰顯啊，即係聖靈嘅臨在咧，係會可以令到嗰啲裡面嘅邪靈彰顯出嚟嘅。其實最主要係我哋唔好驚咯。所以頭先你提過幾次父體影響，有冇有咩分別？即係父體咧。我自己嘅呢個係我嘅解釋，我知道有不同嘅解釋不同。附體咧，即係直情個邪靈仔住喺佢個裡面啊，邪靈附體啊，咁咧就即係趕邪靈喺佢身體裏面趕出嚟嘅。但係影響即係可以係呢個人咧，佢嘅罪啊、思想好多俾邪靈影響，佢就唔係嗰種附體咁嚴重嘅情況。嗱，邪靈附體都有嚴重喎，嚴重到咩程度咧？有時有啲人係佢唔能夠正常講嘢。失去了他正常的理智，這個是最嚴重的情況，甚至失去他控制身體的能力，這個是最嚴重的。但是他那個邪靈是經常住在裡面的，這個是附體的，就是我的意思。剛才你提到那個邪靈
我想問多最後一個問題。O、okay, K 好。你頭先講咧，你話即係成個體最嚴重嘅時候，可能係即係影響到人甚至講話，即係正常運作唔到。咁如果一般而家我哋即係有精神病或者情緒病嗰啲，係咪同成個體有關？我不會這樣說，是真的有精神病這件事。不過精神病很多時候跟邪靈上身或者邪靈影響是有關係。為什麼有關係呢？第一就是有精神病的人容易被邪靈充滿，第二有邪靈的人容易精神病，即係兩樣都可以引致嘅。個意思係乜嘢咧？個人成日憂鬱，成日唔開心，成日低沉，咁佢咧係容易俾邪靈攻擊嘅。咁尤其到佢去到一個程度已經失控啦，咁嘅時候咧，佢係容易俾邪靈攻擊嘅。而俾邪靈攻擊嘅人，亦都可以影響佢嘅理智，以致佢即係容易有變咗精神病。咁可以係兩樣同時存在，即係一個係精神病，一個咧係邪靈嘅附體。咁對於有精神病嘅人，我嘅睇法點咧？第一，同佢祈禱啦，悔改認罪啦，信靠耶穌啦，咁同埋咧就願意被聖靈充滿啦，就聖靈充滿咧，第一就可以令佢更平安啦，又可以醫治佢嘅病啦，亦都可以將裏面嘅邪靈趕出嚟。所以我祈禱嘅時候咧，我通常佢聖靈充滿先趕邪靈嘅，即係等佢更加投入啦，有聖靈臨在佢身上啦。咁你話咁聖靈充滿點解又話聖靈充滿又有邪靈咧？個意思咧，即係咁啊！聖靈充滿通常我哋自己愛慕神就保持聖靈充滿，但係一個人我為祈禱，祈禱咧，因為佢喺呢個狀態，佢又投入，咁咧聖靈臨在佢身上，呢一種係短暫嘅臨在或者充滿啊，就唔係長期嘅。如果我哋走咗咧，佢自己又會失咗噶啦，因為佢根本同神冇呢種關係。但我幫佢經歷聖靈更多，然後我先同佢講聖靈。所以或者嗰陣時候應該用聖靈充滿，佢更經歷嘅時候咧，又同佢講聖靈。OK， 好，咁我有問題先問。其實我哋唔使驚嘅，因為我哋有神咧係好好嘅，有耶穌真係好好，佢係創造天地嘅真神，佢係同我哋好有深嘅關係嘅。咁聖靈充滿咧，我哋睇聖經咧，我哋睇到係。是一個很密切的關係，在《哥林多前書》六章十七節，臨前六章十七節那裡說，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與主聯合就是與主成為一靈，即是我們的靈呢和神的靈成為一靈。但是呢，所有基督徒與主聯合就是與主成為一靈，所有信耶穌的人都是與主成為一靈，不過程度是不同的，即是譬如這個是神的靈，這個是我們的。咁有啲人只係僅僅有時祈禱同神有些少嘅聯繫，但有啲人就好密切嘅，時時咧都喺同神有呢個關係嘅。咁我鼓勵大家咧，我而家有一個發現一個方法咧，就係每一個呼吸都喺度愛耶穌。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即係由早到晚咧都喺呢個狀態咧，咁你就好容易時時都被聖靈充滿啦。咁咧嘅時候咧，你就與主成為一靈係好。很密切的，這種很密切的關係。那在聖經裡面是有講到這種密切的關係帶來一些什麼後果的。譬如在撒母耳記上的十章和十九章都有講到撒母耳班先知門徒，他們就成日在奏音樂又受感說話，他們應該就不是純奏音樂，應該就在讚美神的，在讚美神呢，咁然後咧，神嘅靈就同佢一齊啦。咁咧，當掃羅嚟到佢中間舊約嘅掃羅一嚟到咧，跟住佢就受感説話啦。即係話呢一個咁嘅狀態啊，喺聖靈充滿嘅時候，佢哋嗰班嘅先知門徒都被聖靈充滿，跟住嚟到嘅人咧，都被神嘅靈感動，以致咧受感説話，即係係一種超自然嘅現象啊！聖靈充滿係一個比較超自然嘅現象，係一個屬於靈界，但係神嘅靈界嘅活動，即係呢班先知門徒喺度讚美神啦。嗱，假設呢個地方咧就係佢哋喺度啦，跟住咧掃羅嚟到啦，一埋到呢個區域咧就已經被聖靈感動啦。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喺佢哋當中呢種情況。
咁聖經仲有其他例子係咁樣情況嘅，就譬如話喺彼得佢行路嘅時候咧，《使徒行傳》記載嗰啲人咧就將啲病人抬出嚟啦，咁佢影兒落在人身上，應該就係佢經過的地方啦，嗰啲人咧亦都係有得醫治嘅，咁即係話神同佢一齊。而保羅咧，佢咧就有神嘅靈喺佢身上充滿佢啦，然後咧佢喺佢身上攞啲手巾或者係圍裙啦，放喺人身上咧，嗰啲人都被醫治嘅。咁所以呢度咧就係講到一個係靈界嘅活動。嗱，咁同埋我哋普通信耶穌有冇聖靈工作咧係有嘅，即係每一個人信耶穌，好多時嗱，我哋信耶穌係的而且確有好大嘅部分係個思想信念上嘅作為啦。呢個當然唔係淨係信念啦，係個信心啦，係咪？但亦都有靈嘅活動嘅。不過問題嗰個靈嘅活動有幾大？所以喺聖靈充滿嘅聚會，我哋會用好長時間愛慕神、讚美神，長時間禱告，就係讓我哋嘅靈更加同神嘅靈成為一靈啦。而一個信徒佢只係用普通嘅模式，嗱，即係我形容一個只係主要係用佢思想模式嘅，咁佢會點啊？嗱，睇聖經啦，喺度睇咯，睇完之後聖經話咧我要悔改，跟住佢就喺度諗啦，我要悔改，咁聖靈都感動佢嘅，咁佢咧就會悔改，好啦，咁我跟住點做咧？即係佢會思想明白，跟住咧神嘅靈會感動佢。跟住佢願意啦，佢就信服啦。即係好多係思想範圍裏面嘅活動，亦都係當然有聖靈嘅感動啦。即係嗰個感動佢，令到佢會悔改。即係呢個係一個所有基督徒都有嘅活動，都有呢個靈嘅活動，就係叫佢悔改啦，叫佢會有種渴慕神嘅心啦。但係聖經講到聖靈充滿咧，就超越呢一個情況嘅。就係當呢班先知門徒喺度嘅時候咧，喺佢嘅周圍神嘅靈嘅同在咧，以致可以影響掃羅嘅，即係一個更強烈嘅同在喺個周圍。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咁譬如話喺使徒行傳，佢哋一齊禱告，成班人咧就個個都好火熱啦。咁咧就帶住熱心，咁咧就被聖靈充滿，所以係一個靈嘅活動嚟嘅。咁我都鼓勵大家祈禱嗰時咧，你想聖靈充滿咧就。一方面用悟性，但不要只是用悟性，而是整個心靈去按到神，那神的同在是更加強烈的， 是很明顯的，在我來說很明顯，即是我試過就這樣講話祈禱，那個力量是不同我用的心靈按到神的。所以聖靈充滿是一個在靈裡面跟神的相通，第一帶來的果效益處是什麼呢？就是我們能夠呢同神好密切相加，去經歷神嘅工作，強烈嘅感動。譬如聖經講到羅馬書5:5講到咧，聖靈將神嘅愛澆灌喺我裏面，即係聖靈咧將神嘅愛傾倒喺裏面。嗱，傾倒咧，同埋明白神嘅愛係兩件事嚟嘅喎。明白就係個頭腦嘅，傾倒咧就係啲倒入嚟嘅。平安都是的，很多人呢他思想神的話語，思想天堂，想到天堂真的好了，我真的去天堂真的好了，我心就很平安了。這個是主要是思想的活動，但神的靈都會來到帶給他一種平安。但我們講到聖靈充滿那種的平安是有些不同的，還有那種能力是不同的，是一種可感受的能力或者平安湧過來的。譬如當呢個報道家為我按手祈禱嘅時候，係好似電流進入我裏面，並且神嘅愛湧入嚟嘅，係即係唔係經過我腦嘅思想嘅，我個腦係開放，但係嗰一陣咧就好似嗰啲愛咧就從一聲入咗嚟，咁我即時咧就感受到神嘅愛。咁我試過有一次咧，亦都喺電話同人祈禱，我都唔好記得我係祈乜嘢嘢啊，即係我話耶穌愛我啦，好似係咁樣。我一講耶穌話，哇！嗰啲感動又好強烈嚟，即刻我就哇一聲，我大聲喊啊！即係喺個電話裏面咧，就係喺一種好似神嘅靈咧、神嘅愛咧係湧入嚟咁樣嘅情況嘅。即係呢一種同埋好多人思想聖經嘅時候，心中有平安係有啲唔同嘅。咁呢個兩樣都係聖靈工作，不過問題個程度啊，即係充滿嘅意思嚇，就話個程度嘅問題。咁我哋先所講乜嘢咧？就係話聖靈充滿可以影響周圍嘅人，亦都自己可以一個強烈嘅經歷。第一就係強烈嘅經歷，可以隨時祈禱都有平安喜樂，
同神好密切關係，有啲咩重擔好快釋放到。咁第二咧就為人祈禱嘅時候咧係更加容易佢會經歷到嘅。咁我係見過好多次好多次噶啦，即係呢種情況。其實我有好多咁嘅影片啊，我有機會我陸陸續續俾大家可以播放一啲喺呢啲時間可以播放一啲。譬如有啲情況咧，嗱講一啲比較文靜啲嘅先啦。有一次我有一間傳統嘅教會，一個大男人個牧師帶佢過嚟，咪要祈禱啦咁。咁啊，大男人又好平靜咁樣啦，祈禱咧好短時間，一分鐘都唔夠，佢就開始喊，即係呢種一種比較文靜嘅情況。但係佢正常嚟講，佢祈禱唔會咁樣嘅。咁有啲強烈嘅咧，就直情咧感動到咧係，我記得有一次咧就係、是、啊，我講個安卡羅布道家，我1998年嘅時候為我祈禱啦，1999年嘅時候咧我就參加服侍隊，咁我哋參加咧就可以同安卡羅一齊食飯喎。啊，應該係嗰啲教牧啊，咁我同佢一台食飯，咁我問好多問題，然後咧就有一個丈夫到完嗰時，佢就同安卡羅講，佢話請你為我太太祈禱，因為我太太眼嗰度有一個地方咧，好似塞咗一忽嘢咁樣啊，即係好似凹咗少少啊，傷過。咁於是安卡羅就為佢祈禱，當佢一按手啊，我即時見到嗰個太太個口係點咧？係大到咧，係歪咗啊！即係喊到咧，歪咗，即係個我唔知道你明唔明個意思，即係唔係正常咁嘛？大個口係個口咧，歪曬。咁咧就啊，即時咧係好強烈感動，而我即時同時咧係感受到好強烈嘅感動嚟到我身上嘅。跟住我喊咗好耐嘅，呢個係一個例子。咁另外有一次咧，就係另一個報道家，咁佢咧就叫嗰啲牧師傳道人可以上台，在上台的時候我看著那些人面向著他，跟著他祈禱，一祈禱一按手或者一揮手一轉身，那些人的面貌是完全不同的，是即時喊到 Philippa， 還有我自己都在那個情況是非常感動的。即是這一種情況就是一個即是這個聖靈的愛是很強烈的這樣臨在，不是透過即係會有思想嘅基礎，但係唔係透過佢諗完之後啊諗到啊神都幾愛我，唔係咁樣嘅，係即係神嘅靈嚟到我身上。咁可能有啲人話哇，好似咁遙遠，其實唔緊要嘅，我哋唔使要去諗佢有幾遙遠、有幾真、有幾強。我哋只要諗就係我哋點能夠好渴慕啊！即係我假設啊，假設神話。譬如今天突然間出現耶穌喺度，邊個想上天堂遊一遊？咁你自然好渴慕，俾我去講好啦。你可唔可以用同一心情今日祈禱嗰時咧？個重點係咁啊，即係你唔好覺得好似你嚟啦，即係唔好咁樣祈禱。你咁樣祈禱嘅時候，你個心唔係渴慕，你。真係可以經歷到聖靈嘅，即係我自己同人祈禱，我見過好多好神奇嘅事。我見過有一個太太，佢咧就話佢咧啊曾經墮胎，佢就好內疚。咁我同佢祈禱咧，佢就喊得好緊要，跟住咧佢就啊見到天使喺度笑喎，見到天使喺度四圍飛喎，然後見到耶穌抱住個 BB 喺天上，佢好開心，好開心。即係我見到一些不同的經歷，是實際令到我的心是很渴慕，我是很看到聖靈的工作很強烈的一面。是不是那個上一天？我不能夠絕對地去答覆你，即是神學上我不能夠絕對答覆你，但有可能是，因為現在神學上有些人就說是不是呢，我不去，因為一講真這件事，有些人就會說神學上不知道是沒有聖經根據，但是這個是他當時的，而且確他實際上他的經歷，他的心就很放鬆了。他見到。他見到，他就覺得很平安，覺得很好。那我想說是什麼呢？就是我想大家放鬆整個人，渴慕神，但也都放下所有的罪，所有的污穢，所有不好的東西，所有攔阻我們跟神的關係的東西，不要再想，哎，世界很好啊，其實世界好的都是神那裡來的。不要再貪戀世界，個心真係俾曬神咧，神會祝福你，神會使用你。在末後的日子，神話佢將我嘅靈轎換凡有血氣，
佢好想興起好多人被聖靈充滿。你被聖靈充滿真係好好嘅，點解咧？你為人祈禱，好多人經歷聖靈㗎。喺我嚟講，我成日都發生啲事情㗎，即係喺你中間啊，阿 Olivia 啦咁啊，佢個女同佢先生就嗰次我同佢嘅佢嘅先生同佢一齊祈禱嘅時候咧，係好明顯有個分別，同埋咧就過後身體有一次又一次，一次咧就係呢個膝頭啦、手震啦，同埋咧就嗰次有咩啊？係同媽媽復學。即係都係睇到咧神好真實嘅工作，咁亦都我又經歷過啲人咧有情緒抑鬱啊、狂躁啊，真係祈禱咧成個人輕鬆曬。有一個女人好有錢嘅，佢咧就話佢因為佢擔心個媽咪咧，佢喺美國嗰間屋好大，佢擔心媽咪，佢食嘢食唔到，佢食燕窩都唔開胃，但係我同佢祈禱咧，佢哇成個天開曬。跟住佢就去抄嘢食，見到啲面咧，哇！佢就攞出嚟食，哇！佢話仲好食過啲燕窩。忽然間就成個人就改變曬，即係我睇得到咧，我係經歷好多次咁樣嘅情況嘅。我想大家咧，深信你都可以嘅，千祈唔好話，唉，牧師你就做啦，我哋睇下就得噶啦。我係嚟領受嘅啫，唔好成日都係領受，你要用啊！即係唔好淨係我嚟咧得到醫治，我嚟咧可以祝福別人嘅，係咪？可唔可以咁樣樣啊？我想問咧，如果更加想親近神，係咪用禱讀嘅形式去讀默想嘅？禱讀係其中一個方法，其實好多個方法都可以用嘅，即係一路讀經嘅時候，一路禱告，其實係好嘅。咁你問題你點樣禱法？你一路禱告嘅時候，神啊，你係我牧者真係好啦，我真係要完全嘅跟從你，你完全帶領我，完全俾曬你帶領我啦，即係咁樣投入。但係同埋啊，神啊，你係我牧者真係好啦，多謝你。咁啊，即係咁啊，講完啦。咁啊，即係好唔同嘅，即係同樣禱讀可以有不同嘅果效。咁我曾經講過聖靈充滿嘅方法，第一，真心悔改認罪，所有嘅罪離開罪。唔好話哎呀，我呢個人咁衰嘅，要嬲佢啦。唔好嬲佢，嬲佢咧自己受傷嘅啫。任何人都係祝福嘅。咁第二咧就係睇聖經，中意聖經，即係得堂咁嘅，好中意聖經嘅。有啲人。好悶啊！睇聖經好悶啊！係因為我哋冇睇到神嘅恩典。如果你睇到神嘅恩典，你每一句説話都你都會好有興趣嘅。嗱，我以前我睇舊約咧，我就覺得即係再以前咧，我覺得舊約睇咧好多地方咧睇咧好似冇乜興趣。但係我而家咧幾沉悶嘅，我都覺得好好嘅，因為我心裏面中意神啊，所以希望你中意神嘅話語同埋睇同埋去遵從。咁跟住第三咧就係、是、有信心，相信神好想充滿你。好想用你，你係好寶貴嘅，喺神眼中好寶貴，好想充滿你嘅，可唔可以相信啊？你係寶貴到不得了嘅，如果你唔跟從神咧，就嘥曬你條命噶啦，係啦。跟住第四咧就學心靈敬拜愛慕神啦。你女人，鬆曬個心，個心一鬆咧，我一鬆我就裏面有喜樂嘅啫。即係我，但係我好多時我唔會笑出嚟，但我一放鬆啦。就會永流不息嘅一路，我咧就係愛慕神，唔係淨係一陣間，唔好禮拜一晚，淨係禮拜一晚，係日日都係任何時間，每一次行路，每一次行路都係咁樣嘅。咁然後咧就渴慕啦，冇可能我有過，好似以利沙，願感動你嘅靈加倍感動我嘅，全福音，因為同埋遵從神所有吩咐，神咧佢就常與我哋同在啊。同埋接受聖靈充滿嘅人按手祈禱，有啲人你唔認識佢嘅生命，你就唔好接受佢按手祈禱。但如果佢嘅生命係好嘅，咁係可以互相一齊操練啊，一齊互相按手啊，都係會幫助聖靈充滿。所以如果揾幾個朋友一齊，日有機會或者一個禮拜一次或者一個禮拜幾次一齊多祈禱咧，神嘅同在都更強烈嘅。好，有冇問題再問添？手震啊，佢好大感受咧，佢。好，嗱，我想講咧，經歷聖靈同埋
行世神的路是兩件事的。有些人呢，他的某種原因，有些人特別容易經歷聖靈，到去天堂的時候，交帳的時候，神就會說，啊，你真的很厲害，你經歷聖靈一萬次那麼多，你真的要受大賞賜。不是這樣的，經歷聖靈不等於他是聖靈充滿的，經歷聖靈不等於他是聖靈充滿。經歷聖靈我形容好像什麼呢？即是聖靈來到你身上 visit 你。有些人是特別容易，他是特別開放，所以他 visit 他就覺得平安輕鬆又跌低，不代表他一定聖靈充滿。即是我覺得誰是成正比的，譬如他應該是，不過不一定，他是愛慕神聖靈充滿和聖靈是兩回事。OK， 我定義一下，我的定義一下，我不成正比。 OK， 好，經歷和聖靈充滿和聖靈是在乎這個人的回應的。有些人呢，他是習慣性去聖靈充滿，每個禮拜去一次或一兩次，那呢就去一次次呢就很 feel good 回家，這樣就，但可能他又不是很願意給神靈感恩的時候，他就真的是聖靈充滿，他是喜歡經歷的。在我來說，應該正常應該，但有些人就是不聽話咯，就是不聽話。我希望這裡沒有這些這樣的人，希望我們沒有聽話。聽話怎樣呢？好了，哇，神這麼真來到我身上，真的來感動我，真的跟我一起給我們，給我經歷，給我經歷醫治或者任何東西，我真的要回應了，我真的要愛神了，看聖經了，要遵從神了，傳揚福音了，有能力為人祈禱了，這個是正常反應。但事實上我是見過很多人經歷過，與我同時我教堂去一起去參加聚會的時候，經歷一班人，但是呢不是個個都一樣保持到現在，有很多人經歷了之後沒有繼續聽神的話，但是他去一次又很大的反應，是有沒錯，又這個就是他容易經歷的解釋。有些人是特別容易經歷的，是真的有些人呢，他某種原因特別容易經歷，他應該是聽神的話。我用回同樣的例子說，正如有些人經歷過神某些的工作，不說聖靈充滿，譬如他有什麼大病或者有什麼困難，沒有錢，跟著祈禱耶穌真的幫他，是不是一定個個之後一定沒聽話呢？不是一定的，不是一定的。有些人經歷很大醫治，甚至癌症好回，都不是一定聽話的。是的，這個是事實，人的懶性。以色列人在旷野刚刚过完红海，那头又埋怨了，是不是？这个就是事实。我想问大家，你有经历过圣灵，你回家是不是个个都乖晒？我希望你个个都乖晒，但事实上不是个个都乖晒。我希望大家刻意地乖晒，好不好？刻意地真的去跟从神。好，好，我们现在应该祈祷时间了。那你再有问题，一会出去外面可以问我啦。还有大家呢，你是可以打电话给我的。我現在講一次，9408-8617，你可以找我，我可以幫你的，9408-8617，還有上網找 Pastor Yip, P-A-S-T-O-R, YouTube, 去 YouTube 那裡找 Pastor Yip, 你就會找到我很多影片的，那個 channel 的名字叫 Pastor Yip, OK, 好，在這陣我希望大家投入愛慕神，一起起身，好想，你想不想被聖靈充滿？保持那隻喎，不是只是今天，保持住，你試下個心鬆曬，個心的周圍鬆曬，啊，哈利路亞，諗住耶穌喎，唔好淨有，唔係淨哈咁啊，諗住耶穌，啊，耶穌真好啊，你試下放鬆，啊，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個心鬆曬，啊。感謝耶穌，哈哈，放鬆整個生命，哦，有耶穌真好啊，有耶穌真好啊，哦，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整個人鬆曬，全個人咧個心嗰啲肌肉鬆曬，啊、哦！將啲重擔吹出嚟啊！吹嘅時咧係點吹法？你睇到啊？
如果你裏面吹出嚟放鬆嘅人咧，諗住耶穌咧，你個靈一開，神嘅喜樂即刻嚟到啦。啊，無論啊，哦。